缺口制样机操作流程。首先打开盖子，将样品条放在夹具上，两个手指摁住，确保它是平整的，然后旋转旋钮将样品条夹紧，夹紧后合上盖子。在此可以调整刮刀的高度，调整好后点击开关，刮刀会自动旋转，然后旋转把手慢慢的靠近刮刀，样品条靠近刮刀处后要减慢移动速度，听到刮刀跟样品条产生的声音后将速度放到最慢，让刮刀慢慢从样品条上面经过。在样品条到达刮刀中部的时候呢，可以停止几秒钟，让刮刀在上面工作。缺口制样完毕后旋到顶端，然后关闭电源，打开罩子，再将样品条旋回原位。松开夹具，将毛边拿下，样品条制样完成。